九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刘俊言、张醒石。十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石伟达、张志军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周世荣，运动员景耀、朱金阳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金鹤、严建国。十五号台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吴京、刘洋。十六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陈宪成、汪洋。TV 二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单宏宇、王小倩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记录裁判员孙百惠、李亚三，运动员刘宏伟、王鹏。现在比赛开始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王鹏获得开球选择权。上一场尹红星跟于婷的比赛刚刚结束啊，我们就连场的比赛继续了。对，继续是中国精英赛的第二阶段的 TV 台比赛，王鹏对阵刘宏伟。嗯，25局13胜的比赛，140分钟限时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王鹏开球。郭先进球帮忙了啊，关键时刻有球进。这颗球够悬的，对，效果还算可以啊，最起码没有把自己的12号球撞到边库上，后面交位还是有的打。
直接上手就要来了。好，哎，力度，是有点贴裤边啊。啊，角度向左。能够稍稍的给点力量，白球呢争取有机会可以把黄衣这边也处理一下。好，带到再回来，嗯，不错啊。替代代考这课啊，大约左塞高杆可以走两库啊，15左下角。第一局，王鹏胜，比分1-0，开球青台。第二局，刘宏伟开球。嗯，有球进啊，并且运气也是不错。中间有球互相碰撞之后呢，进左边的中带，右上角底带啊，红三撞进二号上去，白球这个位置呢，上方11啊，右边中带的花色13号，左边有中带单色，上手选球啊，这个难度应该还是不大的，关键是选哪一组啊，单色、花色，花色右边边库的附近有一个9号球啊，我看会不会选单色球。可以前面就把这个稍微有些难度的6号啊先交到打进。10秒。延时。选这个花色球呢，就是先打简单的，嗯，难度在后边。对，啊，这个单色呢，就是难度在前边。有这角度好像还不错啊，刚好有横向的去 K6 的这样的一个角度，要注意别是一个正 K 啊。对，你这个球杆法不能太低啊，高杆稍微高一点。
一撞，中袋是一个什么状况啊？看看六号，如果左边有下，那就是最好了。往上继续高杆推，顶对方花球都可以。刚才摇了一下头，是不是不太够？应该能看见袋口，但是进球的这个、进球这个范围可能不很大。犯规。自由球。拿到那个手中球之后啊，这直接先把边库的难度球解决掉了。嗯，那十二号刚好啊，这边有机会可以去调整十四啊。你吃库上来顶框一，还是带着右塞高杆叫十四的右边下方底带啊，都是可以作为选择的啊。过去打右边的带口，嗯，这个位置其实考虑一下十五也行啊，本身是可以。有角度，而且低杆回来还能继续打十四。我看看王鹏的选择啊，这球确实叫的比较近了，这十五号还是可以打。你点住留角度，还是低杆往回退一点都可以。哎，角度合适啊，那就是正常跑一库还是跑两库上去啊？争取可以一直往上走啊，走两库呢，就是先叫到十一跟十号球。然后用中带这颗去衔接黑八，大范围的走，下边走过两库，往屏幕的右上方走。第二局，王鹏胜，比分2-0。
三局，王峰开球。上带一下，怎么说呢 ？K 出来的一个机会啊，但是说，王鹏本意应该还是勾二啊。这样的话，勾到二号、十二号这边可以衔接，现在只能是看十五号的这个右上。十秒，延时。强攻、跳球或者失误传失，或者拼十四由下方，都难度很大。进攻十四。准啊，看效果。过中线。算是调回来了，但实话讲，刚才这一杆右下角啊，确实是准度啊，以及白球落位啊，抓的这个点位，就第一库的点位抓得非常准，也是给王鹏自己这个
强迫到这个份上了。感觉汪峰今天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啊！是，这一上来从第一盘炸球，嗯，啊，哎，比之前的要这个信心啊，状态要好一些。对，当然也赶上这个刘宏伟失误稍微多了一点点。这今天刚才一上来选球的时候，一个右边中袋一个莫名其妙的差的很多啊。嗯。之前跟张指导也说过，这抢十三的比赛啊，这个给对手给自己调整的时间和余地都很大。对，第四局，刘宏伟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再尝试带一下啊，嗯，这边 K 的失误也是非常的清楚，而且效果也不错，并没有把八号球完全挡住。做一下五号球文章啊，哎，
号真是够拧的。王鹏想 K 他都 K 了半个小时了。发力量啊，大点力，这个低杆效果。
还行。不过这个黑八还在这个中线上方啊，后面还要是要叫一个往上去的角度。第四局，王鹏胜，比分4-0。第五局，王鹏开球。看看这角度啊，还是能向上啊，稍稍大一点点。这杆球需要继续用低杆来控制啊，而且杆法要稍微放低一点，这个球不需要很重的力量。本来这三个就最后走八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基本上顺势啊，被王鹏调了一个最后的用杆法啊，是发力的这种，正好啊，对，左边。继续第一杆往左边边库走，黑八叫中带。很有意思啊，这三颗球打到最后留到了第一颗球的位置上。
刚开始这九号白球在那儿就没打。第五局，王鹏胜，比分5-0，开球请台。第六局，刘宏伟开球。哟，这球差一点啊，顶颜色球打进，可能感觉两个人在开球这个环节明显有一些不太同的地方啊。王鹏呢控制的这种分散情况甚至于白球会更好一些，嗯，刘宏伟这边更多的是打理啊。对，我是不太去介意这个大概的走向的，反正炸进就好啊。这杆又是留机会了啊，二号左上啊，右边下方六，而且这边四七的左下角底带啊，对，这个方向过来，六号打进，四七这边啊，带口，啊，黄一在右边有可能也是没有被挡住啊，就是在这十三这边的带口，这样来回打下方基本上没有说有一些影响啊。犯规。自由球。想法呢，一打一敲啊，黑八路让出来，但是现在这个白球位置在这个一七之间啊，是三号球，这个球是关键球，应该是在计划之内啊，够下。打完刚好十二号左边有中带啊。嗯，依次向上了啊。
第六局刘宏伟胜，比分1-5。你可有许多选择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野豹球杆，专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第七局罗鹏开球。上盘刘宏伟也是抓住了一个王鹏的中带吊带自由球啊，拿下一分，但是明显能感觉到王鹏现在这个气势是很盛、啊、嗯，如果上一盘这个左上角这个底带打完之后呢，白球不会掉右边中带，上一盘有可能又拿下了，心气儿很高啊，状态也是不错，关键是能否保持的整场、啊、这个是很关键的。抢十三的比赛需要你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精力跟体力去保持，一如既往的稳定啊。对，你看这一杆，哎，中带往下一推，貌似是不太难啊，但是走轻了太多太多了。那就十号再来第一杆啊，继续跳。这个位置三四缝隙十四没看到啊，十二号变成一个大的角度的薄球了。延时，打着打去就总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啊，这个因为叫位叫的实在是太别扭了。
六号中单有没有想法上方处理一下五号球。球到，打五向上，白球有点贴库。那这个球一定要黄一留角度才好啊，不能较直。但是这球留的离边库太近了。对，所以黄一就只能较角度，较难点也没有办法，不能较直啊，较直你没法往下打。硬核玩家这很难打，是在另外一场那个 TV 台啊，我们看到单宏宇啊，8-0，10秒。好球啊，这边长台是非常准。比较好的这个位置，排球停在这开球线位置。哎，出杆为什么这么仓促呢？稍稍有点身材球，这球而且是不太好避开十四的、嗯，换了，那就再防，黑八里边，14号，左塞，转起来，
对不起，说对不起是有原因的啊。我今天这个在这个中间中场场次呢，也是打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比赛啊，这次也有报名，走速有点慢。今天我是五个开球时机，感觉有点重现这个2016年九江的这种感觉啊。九江里边，同一张台，我、温铁军、戴勇，就是基本上是五六七还是五七九这样的一个，我记得五六七好像是，我们三个人，我是五个，好像温铁军是七个，戴勇六个，开球时机哦。还是南北差异，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，因为今天刚好是有一点点毛毛细雨 啊，所以说大家能看得到很多的球员都在用大力开，就根本不会技术开了，不会那样去打，因为那个太冒险了。哎，张指导，说到这儿，好多这个爱好者也会问啊，说如果那个球台底下加了恒温系统，会不会好一些？好。肯定是好的，因为它属于把这个球台台泥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干爽的状态啊，它就不太容易毛与毛之间粘黏在一起。但是如果说有潮气在里边，再加上一些脏的像敲粉末啊，对吧，手在上面老来回抹子，它就容易聚成一点点的小这种毛的堆儿啊，或者是一撮一撮的。明白。第七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2-5。第八局，刘宏伟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有，可以啊，准一杆下来，好。我看看啊，这八号球下方示意啊，右边的地带。这个方向看是不太够啊，
这个方向，因为我们还是啊，从这个带口方向看过去啊，近大远小的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看到似够非够的球，从运动员击球角度来看，被定会非常够啊，哎，王蒙还在打，证明从他判断这个角度来说是够的。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去判断是最准确的。好，那么左边有一个底带十号啊，上方的十二呢，这个角度还稍稍有点大。那么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围绕着上方的十三号球啊，就是开球线往上一点点的右边这个十三号，它的两侧上方底带都有被挡住啊，需要你在走位上，比如说你叫一个从上往下打的这种角度啊，甚至于说或者把其他的挡住带口的球打掉或者是 K 走才可以。好，这杆来了啊，直接看到中带能叫到吗？哎呦，这球稍稍有点多啊，稍稍有点多，线路已经是很漂亮了。对，我能停到这个七跟十三中间，嗯，哇，那就是一个一百分。还是要来有右塞啊，嗯，这个力道六号有点碍事儿啊，看准度了，可以啊，非常好，超级平整。但是看看这个九号球有没有漏啊？这球打的感觉就是很仓促啊，嗯，好几杆了，嗯，刚才右上对吧，这边也左下，不知道刘宏伟这边是因为 TV 太紧张啊，还是因为这个王鹏的名气很大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啊，感觉打起来很慌张啊，不自信。有没有缝隙啊？有缝隙，但是看这个角度能否打完之后呢，把球继续往下啊，然后再用二号球继续过渡。
可以啊。他说这杆球正常推过来，黄衣叫中带啊，带着一点低杆往屏幕的左下方走，那有机会可以先叫五。所以说这个球就是涉及到一个把难度球放在前面一点点，还是放在后面这样一个选择啊。放在前面打啊，最起码还有机会可以过渡其他球可以先接，但是放在后面打压力就会比较大。角度合适，打三啊，再来 K 一杆五号球。走两库，或者是直接打包球啊。第八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3-5。第九局，王鹏开球。上来啊，中带先打一颗啊，定颜色。这是也把对方的单色呢稍稍往这个库边上靠了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反手就是一个左上方的九号啊，这半叠库球的准度怎么样？薄。
角度，角度，嗯，可以啊。打二号蹬过去呢，角到六号球，留六号可以向下。下面单色里边最难一颗就是在这个黑八左边这一颗了啊，因为五号呢是很明显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是可以进攻的啊，除非在这个五号的横向左边再靠下一点点打右边的地带，那这个角度是很难拿捏。所以说还要看啊刘宏伟的一个想法，叫 K 球位，嗯，还是后面去单叫。犯规。自由球。还是要先把这个十号球处理掉。鲁塞上来，这个球台反应上确实啊，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上库之后啊，包括白球走速上的一些比较缓的一个现象，并不是特别的这明显很快啊，这种感觉跟我们头一天来说，这都是有一些小变化在里面的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长期在上海、在浙江的一些球员打起来，就会稍稍的有一些优势，因为他们习惯了，对，习惯了，比如说一节发力的大概范围，下赛的一些多一点、少一点。角度大，从下方弹弧再往上走。避开七号球，反塞出来，看看角度。嗯，有些过头，这个球有可能要踢黑八了啊。中距打进之后呢，利用低杆横向将黑八也向右边去，往带口方向带一带啊。
第九局刘宏伟上，比分4-5，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。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，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，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， 让梦想更进一步。九万级球器，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，完美双轨设计，3年售后质保，抽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9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，转二。有许多选择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野豹球杆，专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是我的眼，带我看球房的一切。手机实时查账，开台状态一目了然，明细清单想查就查，可一操作即时推送。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，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。比赛继续，第10局刘宏伟开球。
十秒。五、四。上来这个王鹏的左上角的一个定颜色花色也没打进啊，现在是刘宏伟，选了一个花色球，再来看十三右上角准下中盖，有机会可以翻啊，连扳带 K。飞到了，但是标球翻的是太厚了。留给王鹏这个单色局面呢，现在也是位置不好，上手看看用不用二号啊，去勾一下对方九号球啊。还是要薄，好球薄进一颗，左边中带四啊，还是问题啊，黄一下方，最起码还有两个难点啊。如果说四号球的这个中带位置是可以吃库借力的，就是先吃这个带角，然后弹起来撞下实进，然后可以找机会去这么去打。然后附近的这个三七啊，都是可以有机会啊，有甚至于说四啊，可以作为一个解决黄一的这样一个选择。看看这张五号来一 K 撞到，可以，并且黄一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现在这个黄一的右上角是一个什么情况，有下都可以攻啊，这球看来看一看这张 K 球，K 的位置是不错，选六，打进六号，右边中带，如果黄一勾下，这个带口也会让出来。哎，旋转旋转，哎呦，这杆儿太低了。再走，看看底带。
十秒。延时。好位置啊，这球要稍稍的带一点点的低杆，嗯，再一个小推推，十局王鹏胜，分6-4。11局，汪鹏开球。看一下炸球啊，中带进，十号本来也要进，七号过去阻挡了一下，但是能看到啊，这炸球绝对是有精心的练过，而且冲杆呢，我觉得汪鹏现在也是确定了这一支了，嗯，跟他以前曾经换的那一两支都有点区别，对，而且王鹏这个冲杆也是咱们体委台少有的啊，这个浅色的，嗯。滑球啊，看看中带12号，9号可以定颜色，然后中带留角度上去有机会呢，打完之后哎呦，这边12-3了啊，詹宏宇速度太快了，那这个球就看是要借一点还怎么样，因为这个球嗯留的一个位置肯定是要借一下的了啊，但不能太大力，也不要把这个自己球借走，不要借太远，刚才张指导说到这个快啊，在我们这个王鹏跟刘宏伟的比赛第一个暂停还没到的时候啊，就有比赛结束了、啊、嗯，
对，夏红岩这边是13-1啊，战胜了石晓伟，啊，也是特别快，嗯，怎么就那么快呢？他人家打得好。发挥好啊，嗯，听说就是这个炸青跟接青非常多啊，也就是没有太多纠缠局啊，五炸三接啊，什么五炸四接，中间还有对方一三次时机，对吧？得加一块就十分了，那基本上一个照面啊，嗯，一局结束，二马一错蹬，哎，哎呦，这个球杆低了啊！小王鹏的发力上，大家都可以明显看到，王鹏今天用的好多的杆法的力度都是特别大。为什么用“特别”俩字呢？就是他异于平时的一个比赛的发力啊，就是球员啊，在一个比赛中的职业反应。看我打这个快速台泥，和我打这个稍微慢一点台泥，我必须要在力度上有变化才可以，嗯，不然的话就每一杆一跳，哎，总是小一点点，小一点点。这边刘宏伟也是在量一个三号帮进之后呢，白球行进下来两过去做防守的一个线路，那要避开六。嗯，这边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山红也是3-3。不要勾到或者是敲到六号球。嗯，敲到一点点，但是这个位置来看一下，花球能看得到。但这个球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进攻角度啊。要不要强行的薄一根13左边的中带啊？还是要传一根啊？帮进做防守，但是这个位置没有帮进啊，漏球了。绕过两库，位置都是不错啊。你像这个74中带六号球右下角25，基本两侧底带都已经是固定的了。先看这杆白球吃两库之后的一个位置啊。嗯，没有特别的去强求。好，有把握就打六号好了，下去之后呢把25打掉，或者是四号球足够直，那低杆再退一点点或者往前蹬一点点都可以。二号向下角度，有机会可以下中低杆左塞去走两库勾六啊，可 K 可交位这么一个角度过来，没带到就要到，那就看看你的准度吧。
十秒。延时。一个可以两库过来，甚至于三库啊，带一下十三的线路。好，敲到包边。嗯，范中带吧。这也是备选啊，没有办法。真是尴尬啊，没下来。双下呢还有一定风险，打的如果稍稍薄了一点点或者力量过大，都容易停在袋口附近，是的，或者弹到其他位置。你不去传对方的这个袋口球，还是后面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机会啊。哟，还是要薄中吗？哇，有薄有翻。哎呦喂，漂亮，这极限保球，嗯，太帅了，七比四。第二局，刘宏伟开球。
还是有向下角度啊，中低杆发力。嗯，看看这个位置，不够直的话，二号叫右边的中带啊。十二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5-7，开球星台。陈胜一。第十三局，王鹏开球。四号反向啊，也有这个下球线路。再来啊，好，等库边上来看看位置，能有下右赛池库往上多走一点的，可能是最好的。对吧，王鹏讲话了，最好的啊，嗯，最好，对，乔氏球台是最好的，他这个广告其实就是特别容易让人记住，对啊，不太容易忘了他这个人啊。
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一篇里边，比如这个一分钟啊或者三十秒里边，感觉他的发言是特别有特点。嗯，现实生活中这人也特有意思一人。对。推推啊，推过来。十三局，王鹏胜，比分8-5，开球请台。第十四局，刘宏伟开球。在交道啊，五右边六号左边啊，白球往下用六号往下过渡啊，最好就是能够调到一个7-2的角度，而这边的14呢刚好反向的右边底带是可以去协调进攻的啊。那这里边其实关键的一个2号准度就是一个过渡的关键点啊，就是你叫到了能不能打进啊，打进之后低杆还得往回退一点。这个姿势太难拿了啊。还得来啊，7-2球继续啊，三颗球的局面已经是明朗，对啊，太简单了对他来讲。
第十四局王鹏胜，比分9-5。第十五局，王鹏开球。这球本意还是想叫到右边啊，打十一号左边中带，白球向下带十五的，但是明显是低杆不够啊，这球力量啊，低杆。那么张台啊，十号球再来过渡，绕出来十四，好，这球可以推十四起来，六十三向上就 OK。力度不要太重啊，不要往上太多。哎，角度又不好了，太多了。
哎呦，这翻体真差一点啊！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对面有招了啊，前面没有走好两颗啊，两颗球都有机会去 K 啊，但是没有球好角度。这边六左下方是够下的。嗯，好，大概来看一下这一顶之后啊，六肯定是有的啊，四号球的一个方向。嗯，右下。这里边红三呢也可以有机会去调左上啊，现在这杆应该是有想法了，直接啊横向的向右上方较位啊。嗯，稍稍的有点多啊。好，下方可以绕两库上交中带啊。十五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6-9。16局，刘宏伟开球。一般冲球冲得相当好啊，10秒。
延时，反而有一个幸福的烦恼啊。选择怎么样？好选的四号上去可以打三啊，三二下来，打七呢，从下往上。可以高干啊，刚才镜头也是很明显的，这个刘宏伟也是一个瞄低打高的选手。十六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7-9，开球清台。第十七局，吴王鹏开球。这杆球白球要如果要再往左边啊，走一些，对，啊、打十挑九就相对舒服一点。对。上方十一号要再来挑一杆，下个第一杆走过两库，总得看一下位置。这个球啊，下方的九是属于基本上要去用白球去顶球啊，或者是叫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去 K 球的一个教育方式，就是他没有备选球，他过来就算是你打十五去叫十，用十再来挑九，他也是需要你叫一个特别好的位置，往前蹬一点，就停那儿肯定是不行，
停在十号球的上方肯定是不行的，往下一定要再走一点点，九号才能打左边地带。肯定是一个四八缝隙的十号右下角啊，对，要往前走一点，角度可以啊。那么这角度的话，直接往上横向的向上蹬呢，不算很好啊，可以利用左边的边库啊，带右塞往上走，过中线往上，找一个十二向下的角度。正好顺推啊，轻轻轻，还行，嗯，还行。这一点右塞给白球加速了，哎，就这一点就起效果了。嗯，再来，第十七局，王鹏胜，比分10-7，开球清台。十八局，刘宏伟开球。这杆球有向左的角度啊，很明显啊，12-10，然后白球再去调整左边的9跟13。角度留的稍稍有一些小啊，
看着很直啊。先看就有没有机会，白球啊，就横向去顶这个九号球。对，勾出来，哎呀，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，可惜没进啊。自己也是笑了啊，这意图、效果都已经实现了。延时，勾准啊，这个左上角，但是这一杆感觉十一号球是比较直的一个角度啊。而且左下方呢是刚好能看到一部分的十三号球，这个球白球打完十一再打十三叫黑八的这个位置挺难受的。因为它横向刚好弹过边出来，一定要去挤到这个红三的啊。十秒，延时。那没招了啊，只能停在那里啊，不能。往下走太多，
没有问题，但是白球上去太多了啊。哎，啊，这个也没打进，但还好是五号球挡住黑八啊，我其实看不到黑八的下球点的，就是没有机会的，你可以打黑八去帮进对方的红三。打的也不是特别的正啊，白球起了一个小弧线，所以没有带开这个边库的一。嗯，这边还可以再带这个一号球啊。第二次尝试又失败。带防，在前面的比赛，王鹏有一个反薄左边的中带啊，极限薄球，这边又有一个，刚才量了一下这个薄球的线路，看会不会再打一个薄球啊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哇，这个尴尬的位置，这球台那么大的地方，非得奔着二号球这位置走。
10秒。鼻干啊，不容易啊！刘宏伟再扳一分，18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8-10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1局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。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，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，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， 让梦想更进一步。九万级球器，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，完美双轨设计，3年售后质保，超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9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，转二。有许多选择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野豹球杆，专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是我的眼，带我看球房的一切。手机实时查账，开台状态一目了然，明细清单想查就查。
比赛继续，第十九局，王鹏开球。10-8啊，两分的分差，这也并不足以能够拿下比赛啊。是的，关键的一颗13啊。哎，这普遍特点啊，国内球员关键球一定要发很大力，嗯啊，劲儿还是有点大啊。能理解啊，就是他为什么大力，大力就是想让自己的出杆呢可能力量更大一点啊，出杆的质量更高一点，这种想法防止这个动作变形。对，其实往往动作大的时候倒容易说有一些变化。嗯，推下6号球黄一啊，看看，争取看看能不能上手，先来找机会啊。就打六上叫三，打黄一呢顶红三，这样一个打法，选一颗啊。啊，打黄一顶红三下低杆啊，轻推弹起来就是两边都有。哎，角度，嗯，还行。好，红这边红三打完之后呢，6号球啊，继续的啊，比较直，直接低杆，左边啊边库再弹起来。这个球如果说稍稍还有一点点靠下呢，可以带一定的右塞在里边。还是有向上角度啊，直接中低杆往上蹬的。那这个球，中段还需要去从上方再往下来过渡，直接带低杆走吧啊，弹顶空往下走，直着走。第19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9-10。第20局，刘宏伟开球。犯规。先后自由球。
十秒，延时。时间剩余十一分钟，十比九，一分的分差。上盘球一个底带没有定颜色啊，又被刘宏伟追了一分啊。现在汪峰这边，我觉得他肯定是要有想法了，因为这位球员呢，我们比较了解他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。对，就是我们看，可能今天他进攻比较凶，对不起，其实他还有一点你没有看见，或者另外一面你没有看见，他要纠缠起来，你会觉得他。比谁都纠缠，对，啊，这位球员就是说他做防守的能力也是很强的，就是全面就在这儿，攻防没有特别偏重于哪一方，而且善于计算啊，对，合理的会利用一些规则在里边。这盘这么打呢，关键还是他看的这个角度是支持自己有能力可以精彩的啊，但是这个底带没有打进，没有打进之后，来看看这红三啊，中带是一个什么状况。还有下啊，推下过来上方啊，你是做二号就上去的这个角度啊，刘宏伟这边局面相对简单啊，不要用那种特别大范围的或者夸张的一些线路。底盖啊，对方球顶到底库都可以啊。球好，七号一打，白球往上走一点，留左边中带继续向下的四号角度。还是想换啊，继续打底带，在这种时候。觉得底带发力更稳妥一点，稳妥一点，对，我就往上蹲，更薄一点啊，往上推或者往上撕蹬，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意外效果。那不如稳当了，先来一个底带啊。这杆球是支持叫中带的啊，
当然保守打法就是横向弹边过去了，继续叫左下角底带啊。嗯，对，叫中单还是稳妥一点，最起码比底带好打。嗯。第二十局，刘宏伟胜，比分10-10。第二十一局，王鹏开球。犯规。这关键时刻啊。从领先啊，到这个被扳平，对，啊，现在整个球运，包括整个士气，最主要的是王鹏现在没有刚开始的那种自信了啊，嗯，想控制对手控不住，反正自己的节奏有点乱了，就是有好几盘球他自认为肯定是能打光的，嗯，但是在倒数的几个球出问题了。花色球，左边14角度太大啊，继续10号往下打，下方呢还有两颗13跟9。这里边其实上方那个边库的11号球还是挺难的。嗯。因为他这个2号在左边啊，在附近影响他的一定的白球走位线路。而且打完11并不是说停那儿就行了，你这个左边还有另外一个花色的中带12号，并且继续向下呢还要叫黑八右边的底带啊，这个球这个14号啊，这球直接叫11有点不太好叫啊，就是这个角度要灯杆往上走，贴着7号走，容易跟11号比如说叫成顶正啊，或者是贴近的一种效果。你要是叫12呢，让12再往上叫11叫黑8就比较难了啊。对，直接来奔11叫的，但是。对，杆法太低，这方向贴着7号走是很难走的。嗯，还是角度不支持。对，这角度本身是比较直，啊，贴着这个7号走，说起来很容易。没有七，没有12还好点，但有这两颗球，你就不能直接直着往上走啊，并且这个2特别关键，对，它影响你较位的线路。这个位置是其实它最舒服的位置。哎，2号这位置打11是合适的。很直，哎，再走，哎呦，太近了啊！我们来假设一下，如果这杆打不进，到王鹏手里，我们看王鹏如何处理这个散盘啊。
剩下的这几个球怎么样做文章去赢下这一盘，甚至于说把时间拖到点球阶段，这肯定是一个最保守的想法，需要很薄啊，小心杆头不要跟白球形成二次撞击。哇，嗯，好球啊，打进了。那么看看你还能不能再来一杆惊艳的啊。对，你这球进了时间上首先是不太多，对，再一个你开球下一盘，刘宏伟开球，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。那就首先看这黑八先能不能打进、嗯、这压力我觉得应该是跟赛点一样差不多了，反复的在上膛啊，对，霰弹枪啊。哇，嗯，脆啊。第二十一局刘宏伟胜，比分11-10。手机实时查账，开台状态一目了然，明细清单想查就查，可一操作即时推送。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，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。第二十二局，刘宏伟开球。首先要看看有没有球下啊，有，白球，这杆球。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啊？对，看看局面啊，这局面还不是很分散。左边中袋附近七号球、九号球，右边中袋往上啊，右边袋口下方14。选花色上来9往下打，还是说追打12？因为这个位置后面叫9也是不太好去叫。有把握就争取白球打进之后呢，右边13再往右上方去叫，争取打9用13跳14。这个时候就是看王鹏的这个打赛经验了啊。再往边库走，看看角度。好。那么这杆架杆还是左手，1分55秒。嗯，哇，这个球有机会啊，1分40秒左右，时间足够啊，足够啊。在第一杆点进，10号叫11。哎呦，握手了，握手了，握手了，确实，本场比赛太可惜了啊！嗯，11-10。那么下一时段比赛是晚间的6:30，我们6:30再回来。好。